我的姐，你醒来呀、啊！哎呦，你起来呀、啊！好啊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呀、啊，你起来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要杀你！是阿飘吧？啊！对啊，公公，我啦。石哥，你很无聊，你没事干嘛装鬼吓人呐、啊？神经病啊！谁没事要装鬼吓你呀、啊？哎，我好心提醒你，有人要杀你，不理我就算，还把我踢下床。我把你踢下床？要不然我自己跌下去哦。对不起啦。我可能就是我还没有睡醒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啊，你刚说有人要杀我，是谁啊？就李国豪啊。李国豪，他干嘛要杀我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梦到他拿一只这么大的铲子，然后朝你的脑袋这样夯下去。你梦见李国豪拿这么大一根铲子，然后从我的脑袋夯下去？请问一下哦，他干嘛这样做？我哪知道啊？我想说救人要紧啊，所以就赶快把你叫醒。停，胡瑞克先生，你很奇怪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恐怖佛什么的佛莱迪？佛莱迪看太多了哈，在梦里面我要被杀了，说你要赶紧的叫醒我，怕我在梦里面真的被杀。其实也不是这样讲啦。好啊。那麻烦你讲出一个道理来给我听。啊，我哪讲得出什么道理啊？所以你刚都是在骗我的喽？你不要含血喷人了，我是真的有看到你梦到你们在那个一个树下面哦，然后你就尖叫，然后他就拿铲子。够了！跟你讲，我根本觉得啊，你这个呢不叫做做梦预知未来。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，所以夜有所梦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好像啊，希望自己中乐透的人啊，他在做梦的时候就梦见自己真的中了乐透。哎，你神经病哦！我哪有天天希望说，每天都在希望说那个李国豪拿铲子夯你？胡先生，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办法交流啊，不跟你说了。啊，好了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小心一点总没错嘛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个胡老板，我现在可以去刷牙洗脸了吗 ？Please. Thank you. 那个李国豪，对吼，他干嘛要杀黄婉婷？